家好，我是山羊 boy 啊。那么大家好，我是军哥 boy 啊。那么今天的话呢，我又回来玩这个模拟山羊啊，因为这个游戏它更新了啊。那么这一次更新的版本呢，说是啊，在这个地图当中呢，加入了很多的面包啊，玩家要需要找到这些面包，然后把它放到那个烤面包机里面，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面包啊。没错，就是那么无聊啊。那么这个游戏的话呢，我之前其实录了一遍，然后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，电脑死机了。对，我录视频我第一次遇到录的电脑死机，你知道吗？可能是因为我太帅了。就这样呢，它的文件，所有的文件啊都全部损坏了，所以说没有办法，我又必须重新的啊来录制一次啊。所以说一开始的话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啊，现在是知道了。那么这个烤面包机的地方的话呢，是在，你看到没有啊？有飞行器就非常的快啊，是在这个野外烧烤的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烤的面包机啊。有人可能会问啊，你说的这个面包呢，对不对？我怎么没有看到？你在逗我吗？啊，并不是这样的啊。这个面包的话呢，它是啊，你一开始进游戏的时候，你可能一片都看不见，那么慢慢的，它会就会出现在了地图的所有的角落里面啊，一个会动的在蠕动的面包啊。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就是说去找到它们，找到两块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变身成一个面包了。对，就是 I am Braid 里面的这个面包，因为 I am Braid 也更新了一个版本，里面加入了山羊啊，两个我都会录的，是吧？大家放心啊。面包呢算了，我飞上天看一下吧。啊，有这种会飞的羊。好吧，我不飞了。真的，这东西怎么弄的啊？我让你飞上去都不行吗？嘿呦，我真的是，啊！来，带这个人飞，你看啊，他要是飞起来的话，就是属于那种旋转的样子。就，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加载 mod 的时候呢，加载了一个什么羊啊，就是反正你舔东西，然后之后的话它会爆炸。就瞬间爆炸那种。刚刚那个人的话呢是被我舔了两下，然后他爆炸了。这个话怎么说的特别色情，嗯，对不对？大家不要想歪了，对不对？只是单纯的舔了两下。好，我还是去找我的面包吧。哎，不对呀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我现在舔东西它会爆炸，然后面包的话呢我必须用舌头把它给拉过去，应该不会爆的吧，对不对？这是游戏里面重要的物品，是吧？他爆了，我跟他急。哎呀，怎么现在连一个面包都没看见啊？反正四处的找一下吧。哎，你在逗我吗？以前的版本是绝对不可能把我撞出来那么远的。好吧，你既然把我撞出来那么远了，我就过来呗，对吧？我还能干嘛呢？哎呀，面包赶紧出来呀，对吧？要不然观众们以为我是一个大骗子，是吧？就是为了凑一期的视频啊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糊弄他们，就一期都在找面包，然后你就是不出来。哎，真是的，有没有天理了啊 ？Hello， 来，我舔你两下。那么我们坐观其报啊，舔了他两下之后坐观其报，三二一 BOOM。 哎，你怎么不报啊？我按了他，对不对？面包机就在我的手上，你们这些面包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我就舔爆他。我就跟你们说，你们再不出来我就舔爆他，奶奶的。把看到没有？这是旁边的人质，我要先把他们都烧掉，之后就是面包机了。你们再不出来的话，面包机的生命就岌岌可危了。听到没有？你们这些面包，妈的，真的一个都不出来啊！我的 fuck， 难道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啊，不在了。
官方在坑爹的吧？我就把这个面包机给顶烂啊！出不出来，出不出来！你看到没有？旁边这个人就是下场。你们再不出来，这个面包机的下场就跟他一样。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出来了吧？我没有糊弄你们吧？一片香喷喷的烘烤面包。哎呀，我怎么上去？哎，我有这个飞行机吗？我为什么要跳？哎呦，哎呀呀呀，飞高了，飞高了 ，fuck！ 等着啊，嘿嘿，小伙子，跟我走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跟我走，我带你去烤面包的了。不要装死，不要趴在地上。好，要骗了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需要第二片面包，之后，哎嘿嘿嘿嘿，小伙子。往哪跑啊？你以为我看不见你吗？你以为你贴着这个电线杆子我就看不见你了吗？你以为我眼瞎呀？啊，跟你们笑一样的，真是的。来，过来。哎，别装死啊！过来，过来。哎呦，怎么那么顽固啊？啊，不要贴在这个地方啊！走，带你飞，是不是？哎，三四五，好，我是怎么跳到这个最上面来了？啊，还解锁了一个小金羊呢。哎，我的面包呢？面包在那个底上趴着呢。我也是醉了。啊，它爬上来了，爬上来了，爬上来了。哎，这一摔，绳子又断了，回来。I think I broke something. 过来啊！过来啊，要不然我就把你撕成两半了。怎么又断了？以前的舌头都没有那么弱的。哎，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？这里有一个，别走了，跟我来吧。我是 FBI 的人，是吧？你已经被我们逮捕了。走走走走走。啊，我们要用这种清朝的酷刑啊，是吧？烤面包大法。你要再不招供的话呢，我就变成你们的面包，是吧？潜入到你们。的同类当中，是不是？来走啊！现在的话呢，我们只需要轻轻的按下这个按钮。对，没错啊，就这个样子。三二，哎呀，怎么没有等我倒计时呢 ？I am Brit. Yes, I'm Brit.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操作的方式跟那个 I'm Brit 里面的那种操作是一样的啊。所以我按 R 可以飞。我干嘛了？我现在按 R 是飞不起来的了，因为，我可以听到那个音效，但是我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面包了。Hello, my friend， 你认得出来我是谁吗？没错，我就是你们的杨大哥。我做了一个变性手术，但是没想到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们害不害怕？哎呀！我看到里面有个小金羊啊，小妹妹，你给我让开了。呜，这小金羊有什么用呢？小金羊是可以用来解锁这个成就的，然后解锁一些特定的山羊。对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哎呦，我现在走的好慢啊，我觉得。这个里面的场景有变化吗？毕竟那么多年了，这个游戏好几年了。他说了要出一个模拟狗熊，到现在都没出。是吧？我一直都期待着那个游戏，结果官方又把它给割掉了。那个地方是什么？巨石阵吗？很多很多东西我都忘了，可能以前去过的。哦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是名胜古迹吗？还是什么鬼？哎，不是我干的，不是我干的，你们，我是一只山羊啊，对不对？都是那个面包做的，都是那个面包做的。你们应该去找他，不要找我。好，我们去到就是旁边的那个城市吧。这个城市东西比较少啊。这个上面又有个小金羊，那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些小金羊呢？走走走啊！那么这个中文的话呢，它的这个简体中文的话呢？是官方自带的，以前是没有这个官方自带的这个中文的，后面更新的时候有加了啊，是吧？
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面包是从隔壁来的，还是从隔壁来的？所以说隔壁应该还有面包。小兄弟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啊，我要去，我带你去见大哥。为什么我撞了一个面包，他会叫啊？有没有搞错啊？走，我们去下一个区域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下一个区了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区就是特别特别的大。啊，只有一个字，大。那么我要在这个区域干一些什么呢？没错，就是遛弯儿啊。我什么也不干，不是我我吓死我了。我以为这个直升飞机像一个大型的面包在那儿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以为它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面包在那个地方转啊转啊转啊转。这个大型的城市的话，我都忘了我之前去过哪些地方了。哦，对，我是来这个地方找面包老大的啊。虽然这个游戏里面没有面包老大这种东西，呵呵，我是糊弄他的。对，没错。我们进到这些室内呢，哇哦，像一个小偷一样的情形。我来你们家，这已经是强盗行为了，是吧？不要发出那么大的动作嘛。我是来偷那个面包机的，对。哦，这有个电脑哎。啊！你们什么都没有看到，什么都没有看到。你看啊，外国人的房子就是又便宜又大，是吧？也不像国内。头奖是什么鬼？怎么加了那么多分？怎么？哇！为什么？得分王，困难级，什么联机挑战？我触发到了 bug 了吧？这是，哦，这个游戏音乐现在越听越带感，噔哒哒噔哒哒噔哒哒，对不对？走，哎，我还是觉得山羊比较带感一些，对吧？这个太慢了，真的是慢的不行不行的那种慢啊！而这个城市，我到这个城市来。我首先是不是要找到这个城市的烤面包机啊？看到没有，那个就是面包老大啊，他伪装成了山羊的样子。我在说些什么呀？我的天哪，伪装成了山羊的样子。这个旅店我们之前进去过吗？哦，我可以坐电梯啊。哦哟，这让我想起了。战地四啊，战地四里面那个坐电梯上那个大楼是吧？到了吧？啊，我是来参加 party 的，是吧？化妆舞会嘛，你们怎么都没有化妆啊？不行啊，现在这些舞蹈怎么以前跳的乱七八糟的，现在怎么特别魔性？还有就是啊，那个米老鼠的头，我现在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戴上去，让。我记得以前是可以把它戴上去的，很牛逼吧你？我现在变成了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东西。算了，你们慢慢玩吧，我不适合这个地方。我说上来拿一个头套的。我们有飞到过水坝那一边吗？对，就是那边。怎么可以飞那么远啊？好，卡住了，这地方过不去。哇哇哇，那是外太空基地吗？哦哦 ，so fucking hurt。What？ 这地方从来没来过，就算以前的版本也没来过。这是外星人吗？外星虫子？那个发光的是它的蛋蛋，对不对 ？Hello？Hello？ 哎呀，死掉了啊！我能不能开这个飞船走啊？对不对？哦，找到入口 ，yes。然后去偷一些外星科技，再回到地球。我就是，对不对？好，刚刚游戏卡了，我以为又要死机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是，哎，我刚刚说什么来着？对，我偷一些外星科技回到地球，然后我就是超级地球王，对。世界归我一个人掌控，哈哈哈！入口呢？对吧？我说了那么多半天，我应该找到入口啊。
怎么没入口呢？小兄弟，小心点，你不睡了，醒一醒，醒一醒，带我回你们星球呀！哎呀，真是的。你说大老远的来到地球，不给一个见面礼什么的，对不对？这些外星人没礼貌啊！哎，我去水坝那个地方看一下，好慢啊！为什么？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，因为我有一些以前的 mod 啊，那些 mod 跟这个版本不兼容了，然后它就出现了这个卡顿啊。好吧，怎么那么慢啊？水坝之前好像没来过。这地方也没什么东西啊，一个面包泡到水里面会肿的吧，对吧？它会吸水的，面包在水里面会吸水的。他说 look goat， 我明明就是面包啊，你说我是羊，你不是对我的侮辱吗？喂，去死吧你们这些人。哦，这水坝也没什么好玩的嘛，对不对？我爬这最顶上。俗话说得好，爬得高，对吧？就能证明你的占有率有多，不，这话怎么说？占有欲，对。这个东西我是可以靠这个东西飞起来吗？我记得是。Yes。我的确可以靠这个东西飞起来，要不这动作会不会有一些太快了？我都有一些不太适应，是吧？好，这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那么，我们今天这一期的模拟山羊的话呢，这什么玩意儿啊？就先到这儿了啊！如果说大家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一个顶，或者说关注一下我的频道、新浪微博。都是可以的，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，拜拜。